月秋呢，还不赶紧下来？你刚结束一场，不休息休息？伤心杰都睡觉去了。他睡觉早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别找借口跑啊！哎，这位老兄，快点腾地方，接下来的比赛你可一眼都不要错过啊，对提高水平一定是大有帮助的。别磨磨唧唧的，快下来啊！别说我欺负你啊！少废话，接招！哎呦呦！变形，好快！这武器如果不了解，一定会吃大亏。喂喂喂，你这玩意坏掉了吗？谁要和你战斗法师打？早就打得想吐了。其他形态呢？其他职业技能呢？快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宰人！喂喂喂，你说话呀！靠，这货肯定是把耳机给摘了。算了。看我逼你使出来！还能远程这么方便？那近战又会如何呢？我来试试。哎呦，在我面前弄剑，让我教教你，躲得不赖嘛！还没完呢，看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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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去！哇啊，太无耻了！各职业的剑招你用起来真是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！这武器的变化真是防不胜防，如果变化少一点还好，但这玩意儿太多了，全职业都笼罩了。问题是它是有六种总职业还是包括职业细分的？六种肯定不止啊，没看见盾牌都出来了吗？真伤脑筋啊！心脏啊，还用遮影布？这什么破连招啊，老爷要不要下手这么狠？这简直是大爆发呀、啊、皇上不会就这样被连到死吧？哎呦呦呦，好厉害好厉害，散人的可操作空间真是太大了。话虽如此，但120个不同的技能能这样不假思索地打成连击的，谁能做到？皇上，给点力啊！鬼叫个屁呀、啊！你下来给力一下试试。还有时间回话，你把浮空当按摩啊！玉队，这个样子就输掉的话，太难看了，要罚。玉队，你怎么看？少天大概要输，怎么讲？散人的变化很复杂，需要经验来应对。但现在，谁有对抗散人的经验？所以少天的意识有点跟不上了。叶秋很懂得利用这一点，使用的连击根本没一个是常规套路，甚至基本没有同系职业的技能会连在一起。哇，好厉害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挂了有木有？皇上，你们队长在指点你呢，听到了没有？滚！玉丹，他敢让你滚？嗯，这么大动静都没反应，真的没戴耳机？无耻啊，不要给我机会啊！给我机会你就死定了。是风拳，下一招击暗夜斗篷。